小小下水啦。来来，我踩不到地，小小你在哪？小小救我，小小小小，我非常怕水，我很抗拒，我知道我的姿势一定是不好看的一塌糊涂。大家救我，我好难受，我帮你。说哥，我保护你，下吧，我保护你。好，张大大，我相信你能把它做好。走吧，小小来，准备，小小准备，准备啊，准备，小小去，跳，跑。我跟你讲，班长他们说过的，小小很厉害的。只是一直大的没找到人犬合一的一个点。去跳，去跳，跳跑，跳跳，哇，冲冲，跳跳跳！哇！哇！此处应该有掌声。耶！踢馆成功。OK。踢馆成功。踢馆。张大大。好。他们是嫉妒你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冠军，而赵一诺的冠军早已经 out 了。好开心啊！你真是奇迹之犬啊！遇到你真是我最大的幸运。小小，他咋的了？小小，他咋的了？踩了过去。啊，吃东西呢，吃他的肉呢，吃他的肉。没。偷肉，偷肉去，走，来，好。又走，哎，报告，好，准备完毕，交给四班长。好，你交给一班长，两名班长，出发。狭路相逢，棒棒胜，耶！谁胜谁知道。棒棒秀，小搜，没有，好。棒棒搜，什么？小小，搜，有吗？没有，走。妈妈，搜。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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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搜。别吃草，回头拉肚子。好紧张啊！他们怎么还不来？你打一下赌，他俩谁先来？那我们肯定在赌自己班的呀，赌对方班的也不太好、啊。赌顿火锅，咱俩。可以，可以。谁输谁请哈、啊。我估计我好像请的面大，我感觉。不是，你要对大大有信心。小小，大哥，杨硕，杨硕，嗯，杨硕，沙溢，哎，加油！好的。你这眼神还喊杨硕，我还说这杨硕咋还没走呢？比赛应该很焦灼。搜，小小搜，搜有吗？好，走，棒棒，搜，搜棒棒，搜，好，好。
找到了吗？搜，肯定在这里，小小已经闻到了。我第一瞬间高兴的，我激动坏了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搜，好，好。大叔，我们呢？我们呢？啊？啊？蓝色，我别的班的球。那这归我们吗？他搜到的，这怎么办？但是你们要找红色的。他搜到球了，他不管是不是什么颜色啊。大小，给他们球。大小来。大小真棒。来，吐点。要尊重对手，吐点。需要尊重对手，小小，吐掉他。吐。我帮你一起找。走。蓝色的接力棒是由小小找到的。大大的意思就是说，那我把棒给你直接走，但我想如果我拿着直接走了，我们班赢了就是觉得有点胜之不武。搜小小，搜，这怎么都愿意站别人脚上呢？可舒服了，他们觉得可有安全感了。我有还坐我脚上了，你瞧瞧。肯定因为扎屁股，我跟你讲。行，你坐会儿吧，一会儿看你过障碍了。他俩又手拉手过来的吧？小心树枝，踩断。慢点。小小，我抓着你的。搜，进里边去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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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搜到了吗？搜到了吗？小小，搜到了对不对？一定要观察每一丝表现。他闻一闻不感兴趣，绝对没有。他一拉好像有反应，你一定要顺着他去走，不要用你的主观判断来影响你的拳。搜到了对不对？小小，搜到了！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小小，太棒了！叼上球，走！哦，小心！哦，滑到了吗？快走，别管！我们先一起把这走完。好的时候我们俩再说。这个环节我觉得我就是要一起走才算是公平的，因为本身就不是我找到的。新蕊在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机会是可以甩开我大步向前，因为他已经找到球了，尽管这是小小找到的，但他始终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直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俩才开始进行这个竞赛的跑步。什么情况？等会儿，看，哎，来了，新蕊，这儿呢，加油，加油，到了，加油，小小，去，把棍儿给我，加油。